兰州位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是中国西部一座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有一座空战纪念碑，上面铭刻了12位在70多年前牺牲的苏联飞行员的名字。Список павших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Сисунда Сулян, Чунфен, Миндан. Мы будем забодать имени павших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которые погибли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за свобод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Рао мы юнгюан, джижу, чэзэ вэй чунхуа минзу дэ цзюю хэ дулэй, эр сисунло дэ Сулян юанхуа.军人的名单，永远的缅怀他们。伊萨耶夫牺牲于1939年12月20号，亚什他牺牲于1938年11月2号，啊，古里哲牺牲于1939年12月，具体日期不详。李亚林教授在兰州理工大学从事俄语教学、俄罗斯和中亚问题研究。今天，他的很多学生都有机会公派到俄罗斯留学。因为教育部有一个政策，重点俄语重点发展区，内蒙和甘肃，就给188个名额，公派名额。比方说，本科毕业，可以你读本科生，你可以选择。读联系或者俄罗斯的学校去读本科，本科毕业的你要读硕士，你愿可以去读硕士啊。硕士毕业你要读博士，同样联系读联俄罗斯读联系的那个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就这样国家公派。中俄是当今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国家，两国有漫长的国境线，长达数百年的密切往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俄罗斯的影响不容忽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这是二战东方战场的开端。此后，中国人民展开了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但在抗战之初，中国孤立无援，军队的武器装备落后于日本。当时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国际社会上，仅有苏联一个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一周后，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个月后，苏联援助的武器和人员就出现在中国战场上。兰州虽然远离战场，但在这段时期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1938年1月，500辆3.5吨的苏联吉斯五型军用大卡车，满载火炮和枪支，经过新疆，沿河西走廊到达兰州。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后来成为兰新公路。当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修建完成，全长2900多公里。由于呈 Z 字形走向，因此苏联政府将通过这条公路援助中国的计划称为 Z 计划。在公路运输的同时，空中以苏制重型3式运输机为主力机型，苏联开辟了从阿拉木图出发，途经兰州抵达武汉的运输线。由于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的中转站，因此当年这里曾多次发生激烈的空战。今天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旧址，
依然保存着兰州空战的宝贵资料。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了解到，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的这个教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就有1045人。啊，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呢接受训练并参加过兰州空战的中国飞行员。类似的空战曾经发生在武汉、南昌、长沙、重庆等城市上空，参战飞机多为苏制115、116战机，飞行员有中国军人，也有苏联军人。后来人们知道，从1937年到1941年，先后有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名义在中国参战，超过200多人在空战中牺牲。当年中国报纸曾大幅报道了这些空战的战果，但出于保密的原因，文章一般不会提及参战的苏联飞行员的名字。兰州城内过去有一座包括40多座坟茔的苏联空军烈士墓，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扩建中被拆除。近年来人们修建了新的纪念碑，这里记载了12名苏联烈士的姓名，但是他们的身份信息并不完整。兰州大学博物馆馆长张克飞教授一直在研究这段历史，他是一名军人的后代，他的舅公王凌云作为一名师长参加了1939年末在广西进行的昆仑关战役。新中国成立后，王凌云被解放军俘虏，后来作为一名普通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踪，因此张克飞并不了解舅公在广西的作战经历。那太全了，南洋话嘢，其实讲究空间层次、色块嘅对比。你必须画写实嘅嘢。要表现呢只惨烈嘅昆仑关嘅攻坚战啊！所以你画嗰啲人作战，你就要画好老实嘅画。这个是我们广西的抗战遗这本遗动啊，这本呢是昆仑关的。对对，昆仑关图片这本比较不错。对，为了寻找在广西牺牲的苏联英雄巴布什金，张克飞与2位俄罗斯朋友一起来到了广西。16 сентября 1949 года в городе Гуйлине， 在苏联这个援华人员和军事顾问的帮助下，那么我们无论是在制空权还是在战斗作战过程中的这种炮兵的运用、大兵团的运动战，还有像这个战车部队的这种投入，这应该说呢，对于改变战场上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后来这个昆仑关反攻所能取得的这样一个战果和胜利来说，都是至关重要。昆仑关战场位于中国南部的亚热带丛林，当时参战的中国军队多达14万人，拥有苏制坦克的第5军200师是昆仑关攻坚战的主力。在广西画家荣杰的带领下，2名俄罗斯客人，莫斯科人民友好大学的尤里教授和文化学者维克多，第一次踏进了广西崎岖的山地丘陵。我们原来是这样看的，我们是从这里走，这个是九塘，我们八塘在这边，我们出来走这条老路，你看，对，这是老路，昆仑关是在这个位置。对了，对，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张克飞的舅公王凌云，
当时担任中国军队第76师的师长，在昆仑关东南部阻击日军，苦战4天4夜后，76师有800多名官兵英勇牺牲。当年留下了一片墓地，但经过多次搬迁与毁弃，现场并没有留下太多信息。这里呢，就是整个做这个碑的筹委会。然而，这仍是令人惊喜的发现，给张克飞的内心带来巨大震撼。我代表后人来祭奠你，你们为国捐躯，后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安息。在桂林上空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巴布什金到底埋葬在哪里？中国各地的烈士陵园里能找到这个人吗？唐学峰是重庆市一家博物馆的特约研究员，他热衷于二战史研究。抗战时期，重庆一度是中国的临时首都，很多苏联飞行员驻扎在重庆。根据中国飞行员的回忆，巴布什金当时从重庆飞往广西桂林参加昆仑关战役。他牺牲后，他的遗体会不会埋在重庆？在重庆南山，有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座抗日空军阵亡将士墓园。这座墓园始建于1938年，安葬了242名空军烈士的遗骸或遗物。虽然唐学峰在这里没有找到巴布什金这个名字，但他认为很多人的作战经历与巴布什金相似，他们都有可能是那个化名为巴布什金的苏联军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重庆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日军对重庆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空袭。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连续2天的大轰炸，迄今给重庆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当时，为了保卫重庆，苏联政府派遣伦杰斯潘巴甫洛维奇苏普伦少校带领50架战斗机驻扎在这里，以增加重庆的防空能力。朝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个就是当时重庆最重要的一个机场，就是广阳坝机场。在1939年的时候，就是苏联那个志愿队苏普伦那个连队长带了2个战斗机大队就驻防在那个机场。因为他们的到来就加强了重庆的那个防空力量，所以说日本的飞机他就不敢北天来空袭重庆因此他们就采取晚上来轰炸重庆。那么在有一次日军轰炸广阳坝机场的过程中呢，就是中国的有一个飞行员呢，他在天空中他都降不下来，因为机场上的那个灯光啊，夜航的灯光被日军的飞机炸了。在危及这个飞行员的生命安全的时候，当时那个连队长苏普伦就亲自驾了一架吉普车，他就把车就停到那个跑道上，然后就把他的车灯打开，让中国的飞行员把这个飞机降下来。降下来，他们刚离开机场，日本的飞机的炸弹又丢下来了。所以说苏普伦呢就救了这个中国飞行员的一命，也体现了在抗战时期啊，中苏飞行员呢他们的这种战斗友谊。1939年保卫重庆期间，巴布什金大队长临时调往桂林。那么他是苏普伦连队的一名下属，
或者他就是苏普伦本人。1939年10月，有一名苏联飞行员在重庆牺牲，他名叫格里戈里·库里申科。今天在重庆市万州区依然完整保留着他的墓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一名乌克兰人，当时担任轰炸机大队的大队长。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队轰炸了位于武汉的日军军事基地。返回途中，他遭到日本战机的围攻。飞机中弹后，库里申科试图在重庆附近的长江江面上降落，但不幸溺水身亡，时年36岁。那个地方啊，在我们万州人当中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叫红沙旗。当时的那个库里申科的飞机就降落在那一块的江面上，当时只打了上来的那个库里申科的那个衣服，已经见不到那个江面上已经见不到人，也无法确定那个人的那个淹没的位置，所以说当时的话就那个救援的工作就无法开展。今天万州区档案馆依然保存有库里申科的俄文身份档案，以及他在牺牲前一个月给家人写的信。2009年9月14日，库里申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58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库里申科的妻子和女儿。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再一次向人们讲述了他的故事。而库里申科的家人之所以知道他的下落，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的友好交往。上世纪50年代，有很多中国学生在苏联留学，其中包括朱玉礼。这位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的留学生在上学期间发现了库里申科的后人。这名留苏学生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退休后，他向俄罗斯电视台讲述了自己当年的意外发现。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节目现场他又有了新的意外发现。Я хочу ва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есть для вас важ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по поводу этой истории. Вам что-то хочет сказать продюсер и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ы Серг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Кушнирев. Во время съемок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ы он обычно, во время съемок он предпочита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за кадром и почти никогда не выходит из своей аппаратной. Но для вас он почему-то решил сделать исключение и что-то хочет вам сказать. Сейчас мы соединимся с ним, он прямо на рабочем месте, в аппаратной.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господин Джуюйли.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Когда мы начинали 10 лет назад делать эту программу,
Мы исходили из того, что мир очень тесен, и все люди в мире связаны максимум через 5 рукопожатий. И за 10 лет, пока мы делаем эту программу, мы много раз убеждались в том, что закон этот работает самым удивите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И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когда мне сказали, что вы попросили слово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капитан Кулешенко, Григорий Акимович Кулешенко, которого сбили над рекой Янцзы, и который похоронен в городе Вансянь, да, в прекрасном парке на вершине горы. Да. Это мой дед. Привет, тебе. А Ин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Кулешенко — это моя мама.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Я был в городе Вансянь. Я видел, как ухаживают за могилой деда. Я был просто растроган памятью, которая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все это время. И вам, и всем, кто помнит об этом, спасибо за эту память. И последнее, что я хотел сказать. Кулешенко的后人,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制片人谢尔盖, 住在莫斯科郊区。 他设计了一档出色的电视节目, 并通过节目延续了家族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这是他的获得的奖项，还有一些照片。Премия газеты «Известия». 俄罗斯的真理报的。Это премия Союза журналистов. 这是苏联记者奖。这栏目是他创的吗？等待我这栏目，你看。Программу идея создания программы «Жди меня» это ваша? Да как вам сказать, в мире. 当然呢，这是这个等待我这个节目呢，这个他的一个所以呢，也可以说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像全世界呢拍摄这种寻人寻找英雄或者寻找著名人物的这种节目有很多，但是呢，他这个呢也是节目呢算是开了一个先河，连线通过连线呢寻找当年的一些人和事。 这个女的，这个是布格克斯基的，很出名的。为了中国朋友，他不会。确实。行，书。找朋友，招待。不是，撒在地下，好吗？最后一杯。这是金的，库存的，不然不就？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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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认识。虽然谢尔盖保存外祖父的一些资料，但其中并没有巴布什金的信息。参加过重庆保卫战的苏普伦也没有机会留下任何记录。苏普伦从重庆返回苏联后，参加了1941年爆发的苏联卫国战争。那一年冬天，他在对德空战中牺牲，后来埋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哦，那是这个就是苏普伦。他的儿子和女儿。很显然，苏普伦不是巴布什金。也许他有可能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但残酷的战争没有给他留下机会。莫斯科有一条以苏普伦的名字命名的大街，他是广为人知的苏联英雄，但人们对他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了解甚少。这就是苏普伦大街。苏普伦大街在1965年被命名为苏普伦大街，为了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飞行员苏普伦，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И он после участия в войне, в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Китае получил звание Геро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 после гибели вот с немецко-фашистскими захватчиками он получил посмертно второе звание дважды Геро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就是他第一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呢，就是因为对中国的这个援助而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然后他第二次的这个苏联英雄称号获得呢，是在他和德国，就是德国军队作战时候而获得的。 2015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74周年，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组织了很多老兵回顾历史。依然在世的他们受到了人们高度的礼遇。在老战士中寻找参加过中国抗战的无名英雄，这个话题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回忆。 彼得·波雷宁是一位将军的后代，他的父亲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波雷宁二战后期担任波兰空军司令，荣获上将军衔。1937年11月，他奉命支援中国，第二年2月带领机组轰炸了位于台湾岛上的日军机场。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纪录片中。 退伍后的波雷宁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长江流域的遇险经历。当时，他的战机迫降到一片沼泽地中。когда смотрю из камыша несколько появляется голов，и оказалось, значит, один идет мальчик впереди, вот, я его, значит, давай сюда, подходи сюда。 Он ко мне подошел, вот, и так посмотрел, и сразу эта толпа, человек 200 или 300, сразу, значит, ко мне сюда. Вот. Я спрашиваю так, ЖПНЮ, МИЮ, японцы есть или нет? МИЮ, МИЮ, МИЮ. И когда вот они увидели на комбинезонах у нас, в каждом, у каждого летчика, в экипаже, вот, такая спасительная была бумага. Эт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который предписывает о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сем, кто только встретит этих людей, немедленно окажите помощь и сообщите в органы для оказания помощи. Они на этой груди так бы... Один прочитал и закричал по-своему, закричал все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оказывают, решили помощь, то, чего, как нужно. 波雷宁和他的战友们后来撰写了一些书籍，回忆在中国的作战经历。但是，没有人在书中提到巴布什金这名飞行员的名字。事实上，很多牺牲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迄今尸骨无存。 其中包括阿巴索夫、叶夫盖尼、康斯坦丁诺维奇的父亲。阿巴索夫是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分会的主席，一位苏联援华飞行员的后代。他的父亲季莫费耶维奇，1938年在中国牺牲。2013年，阿巴索夫曾在中国各地访问。 到处寻找他的父亲。然而，几经努力，他依然没有找到父亲的墓地或遗骸。在中国的天空中呢，他父亲一直进行着艰苦的战斗。然后到1938年6月4号之前呢，他父亲一直帮助军队呢，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然后呢，在最后的一次空战中呢，他的父亲呢被四架敌机包围。当时呢，他们作战的这个空战进行了一个名字，然后呢，他的父亲的飞机呢被四架敌机，машина была повреждена японцами，он выпрыгнул из парашюта。 Парашютом выпрыгнул из самолета, и в небе его расстреляли японцы. Рыбаки его вытащили труп.
掉到了。должны по всем,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законам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м передать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И с тех пор я ищу могилу своего отца. 然后呢，根据当时中国的这个法令呢，就是所有原进行抗战援军的这些苏联的军人的遗体呢，要转交给当地的这个委员会。所以呢，就是可是比较遗憾，就是呢，他当时呢没有得到相关的这些数据，还有就是他的父亲的一些遗物。所以呢，他现在一直呢也在寻找他父亲的遗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广西荣县曾出现了很多国民党将军，有77人获得从少将到上将等不同的军衔，其中包括牺牲在昆仑关的飞行员，家住荣县松山乡的韦一清少将。1939年12月28日，中国军队展开全面反攻，以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昆仑关阵地。当天有3架苏联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奉命轰炸日军阵地，韦一清驾驶战斗机担任副航。在战斗中，韦一清被日军击落，他成为广西这座村庄一位长期被埋没的英雄。唐教授是专门研究研究那些抗战历史的，不经过韦一清的侄子。老板娘啊，那个时候呢，我的祖父啊，不同意他从军的，就是他死了，不敢在他母亲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呢，是他的将校，每条街和他捕捉的书信啊，呀，捕捉机，就写信回来给他，说就瞒着他过世了。再好，他母亲死了都没有知道他去世的，就是这个。很长一段时期，韦一清的家人不知道他的墓地在哪里。回来的是开飞机回来的，呀，他回来从这边转三圈，当时知道的，就是看见个飞机到这里，他写信回来了，他说他到家了，转三圈，哦，他写了信回来，哎，才知道的。唐学峰认为，韦一清可能埋在柳州。因为柳州是当年广西主要的空军机场，这里有一所航空学校，韦一清在这里学会了飞行，当时驻扎在柳州。韦一清当时是担任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32中队的队长，他是广西本地人，他对那个广西的情况啊非常熟悉，他在前面呢已经多次飞临昆仑关支援中国的陆军作战，他牺牲的前一天呢，他飞机已经那个受了伤，本身那一天是不安排他担任那个出击任务的，但是啊，由于那次任务啊非常重要，是中国空军呢要为苏联的轰炸机护航，就一定要找了熟悉昆仑关前线情况的飞行员担任那个护航任务。昆仑关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在柳州召开了总结会，而当时柳州还有一座空军坟场，在广西牺牲的飞行员大多埋在这里。然而70多年后，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这座坟场今天已荡然无存。近年来，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来重新挖掘抗战历史，很多英雄人物在人们的记忆中复活。
人们在南京修建了新的抗日航空烈士墓，为韦一清将军及很多苏联飞行员树立了墓碑。但在这里也留下了很多矛盾和错漏的信息，等待后人继续查找。这就是巴布斯基，这个碑上记载他牺牲的时间呢是1940年9月16日，实际上这个时间呢是另外一个巴布斯基，陆军巴布斯基牺牲的时间。据那个江秀辉的回忆，他牺牲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40年1月26号。唐学峰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一张昆仑关战役的图片，上面有一名苏联顾问，于是他邀请了一位知情人前去辨认。大战昆仑关，看一下，你仔细的给辨认一下。嗯，昆仑关大旗。嗯，我方国际顾问。嗯，视察敌方。嗯，被掳之平社，这我方就是国军。这个呢可能是俄国人视察，那这个炮是嘛日本人的，这个人是俄国人，为什么戴的是礼帽？俄国人是不会在中国的这种军帽戴礼帽。这位知情人名叫李汉华，他的父亲李修业曾留学苏联，在第五军二百师担任参谋主任，接触过二百师的苏联坦克教官。昆仑关战役期间，李修业作为一名团长参与了对日作战。他们在档案馆发现了苏联顾问巴布什金撰写的军事报告，但并不能确认图片上的军人是巴布什金还是另外一个人。新中国成立前，李修业是一名高级将领，担任过中国政府驻苏联的武官。由于复杂的个人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李修业对这些往事只字不提。他的儿子李汉华是一名铁匠，直到父亲去世后，他才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2015年7月，李修业的后代来到昆仑关，在这里缅怀父辈的光荣历史。我父亲当时在苏联军事院学的是坦克专业，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二百师，受到苏联的援助的一批坦克。这个时候呢正好需要坦克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我父亲当年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戴安澜将军是他的老师然后在戴安澜将军的召唤下，我父亲呢来到二百师。昆仑关战役是中国人民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战斗过的英雄包括中国人和苏联人。在人们不断的寻找中，历史的真相逐渐变得清晰。把装甲部队埋伏在去昆仑关附近公路两旁的丛林里，把正面部队逐渐向公路两侧且战且退，引诱引敌深入，敌人呢从公路大举前进，就公路啊，那不就是那条路吗？大举前进，那条路就在昆仑关附近，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了敌人。那就是公路嘛，就埋伏在这里。公路两侧，公路两侧，公路两侧，包括那个上头，然后把敌人全部引进了。敌人敌人沿着公路大举进攻，前进，然后这边两侧出其不意歼灭敌人。
漫长而艰苦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2015年7月7日，人们在昆仑关又一次燃起了纪念的圣火。无论历史是否记住了烈士们的姓名，但对他们的怀念将代代相传。分析战争起因，透视战争深层，解读战争人物，关注战争影响。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